2004年我们第一届 Automechanika Shanghai 成立， 见证了中国汽车行业由一个产量500万辆到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产销国，展商数量也从第一届的235家一直发展到去年的6200多家参展商。那我们见证了我们自己展会是跟中国汽车工业一起成长的，展会的惊人发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中机国际合作无间不懈的努力， 不断地在调整整个展会的一个结构跟发展方向，配合着市场的趋势去成长。我非常的感谢这么多年下来支持我们的合作方，包含行业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展商跟观众们，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么多年下来的支持跟包容。